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我给大家推荐一款来自日本的阿特拉斯公司出品的睫毛增长液。这款睫毛增长液效果非常好，它是一款纯植物性的睫毛增长液，没有任何的化学成分，里面有银杏提取物、番木瓜提取物、甘草根提取物，它没有任何的刺激性，非常安全，连孕妇和老人都可以使用。这款睫毛增长液使用一周以后就会有明显的变化，眼睛的睫毛一周会变得纤长，两周会变得浓密，三周就会有非常明显的效果。现在我们来试用一下吧，轻轻地打开这个睫毛棒，它是非常纤细的刷头，与每天早晚洁面后使用效果最佳。我们闭上眼睛，轻轻地沿着睫毛根部从前往后刷两遍，然后呢换另外一只眼睛，同样从前往后轻轻地刷在你的睫毛根部上，非常舒适的感觉，感觉到睫毛根部特别清爽，它在慢慢的变长。尤其我还是想说一下，它这个睫毛增长液里面是无硅、无酒精、无矿物油、无着色、无香料、无油的一款，对皮肤非常温柔的无添加配方的睫毛增长液。连老人都可以使用哦，孕妇也没问题呢。有一次我朋友看见我，他问我睫毛为什么会变得那么浓密，其实我告诉他，我是悄悄地在用这款阿特拉斯神奇的睫毛生长液，让你的睫毛慢慢变长。如果美女们想睫毛跟我一样变长，请赶快试用这款睫毛增长液吧，它会让你变成一个自然天然美女，素颜美女，快来使用吧。